是我，哎呀妈呀！小黄啊，你干啥打扮成这样？吓死我了！我求求你了，帮我一个忙呗。啥事儿啊？人马上就来了。谁呀？跟我相亲的人。哎呀妈呀，那不好事儿吗？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，早该找个对象了，省着每天晚上跟我们家刚子发微信。哎呀，我不是跟刚子哥，我们俩在商讨情感问题吗？你看，所以说嘛，你就得赶紧找个对象，你找了对象，我就踏实了。谁踏实了？啊，不是，我替你着急。哎呀，嫂子，你着急归着急，你不知道，我有相亲恐惧症。一提到相亲吧，我就心慌气短，血压高。哎呀，我这手啊，拔凉拔凉，直冒冷汗。你看看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是这家，你说你也是，相个亲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哎呀，我不知道咋的，我就觉得吧，那些人他目的不纯，我总觉得别人相中的是我的钱，并不是我这个人。哎呀妈，那好办，撵走，不相了。你看你说的，万一相上个好的呢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哈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感情你有个好老公了，就阻止我奔幸福的脚步呗。妹，我没阻止你呀。那为了证明你妹，你坐下。干啥呀？来。啊？我求你了，一会儿你就扮演我，你替我相亲，我在旁边观察着，万一要是人好，我再单线跟他联系，行不行？啊，你让我替你相亲？嗯，万一人相中我了呢？可能性不大啊。我求求你了，嫂子。不行，我得卖货呢。货我来替你卖。哎呦，不行，我不……那我给刚子哥发微信去了。那行，那你说，行，那我咋？你就看我眼色，来，你快，你就给我，你就看我眼色行不行？行，别慌啊！啊，不慌。老妹儿，哎，你是干啥的呀？你是这超市的服务员？嗯呐。那个，这儿就那一个女的。我不是吗？服务员不算。妈的！二位，气氛是不是略显尴尬呢？你是小黄？是。我是小好。啊。啊，你能把那个墨镜摘了不？哦。啊，你能把那个口罩也摘了吗？那个，我脸有点长。我看出来了，下巴都没罩住。这口罩买窄了。我这不对呀。啊？你真是小黄？是，他是。那不对。介绍人说你不到100斤。嗯，公斤。啊，对。介绍人说你不到30岁。嗯，公岁。啊，对。介绍人说你是属牛的呀。公牛。对。你别介绍人了，是介绍人来相亲还是你来相亲呢？我那个女方，你就不能问人家几个问题吗？啊，对，那个你贵姓啊？我姓郝，叫郝帅。你爹妈挺敢给你取名的哈。啊。我。哎呀，大哥，
你是来相亲的，你这我半天活不出一个字儿来，你真是没意思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这样的人。老妹儿，你干啥？你这儿冰棍没？你干啥呀？你给我来一根降降火。你咋的了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有相亲恐惧症。你也有相亲恐惧症啊？啊，我一相亲我就心慌气短、血压高，冰凉的小手直冒冷汗。你看，哎呀，太好了啊！不是不太好啊？是。哎呀，你这不就相个亲吗？放轻松，没事的啊。不是，我可能是自卑吧，我个人条件不行，长得也不好看。那倒是实话。那是。再加上我这工作一般，也没什么钱儿。相亲跟钱有什么关系？你是这么想的啊？没钱不重要吗？重要吗？太意外了啊！大妹子，你不知道啊，我相了这么多次亲了，碰到没钱的，人家嫌我也没钱；碰到有钱的，人家怕我图他的钱。嗯，那你到底有没有图人家的钱呢？我压根就没想过图别人的钱呢。我就想找一份纯真的爱情，找一个一生的伴侣，跟他白手起家，白头偕老。你是这么想的吗？哦，哎呀妈，大哥，你形象瞬间伟岸了呢。我伟什么岸呢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说两个陌生人相亲本来就很尴尬，是还非要面对面坐着跟谈判一样。哎呀，聊的全是房子多大呀，开什么车呀，有多少存款呢，就跟谈生意一样，太实际，太俗气。对，哎，我越看你越觉得顺眼了呢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就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。我没安慰你。我承认我自己脸长。你的脸叫长啊？你看过辽宁卫视吗？有个主持人叫脸脸。知道。那脸那老长，还主持节目呢。你脸没他长。对呀，我这还算短的呀。可不吗？哎呀，我天哪！老妹儿啊，啊，谢谢你，我这会儿觉得特别放松了。是不是呢？找回信心了，感觉。加油！你这超市不忙啊？那不是我超市。那你干啥的？相亲的。你也是相亲的？啊？你这么好的条件还用相亲？啊？我条件好吗？多好啊！反正我觉得太好了。嘴真甜，现在看你，我觉得怎么还有点小帅气了呢？哎呀，老妹儿，你跟相亲的人还没来啊？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那个大米来了，你俩接着谈谈啊，好好谈，好好谈啊。哎，我说，他俩谈啥呢？谈恋爱呢。谈什么？哥，我可以把手拿下来，但是你保证不吵吵。嗯，怎么回事？那个男的吧，是来跟我相亲的。哥，你知道的，我有相亲恐惧症，所以我就找嫂子帮忙替我相亲，万一人好，我再单线联系。你说你干这什么事儿？不行，赵刚子，这么点小忙都不帮，是不是？我俩啥关系啊？你要是不帮我，今天晚上三点还给你发微信，我们俩聊一聊情感问题。行了，哥，还有个事儿。还有啥事儿啊？刚才我一秃噜嘴巴，说我也是来相亲的，相亲对象是你。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不行，赵刚子，今天晚上三点视频聊天。事怎么还有事儿呢？我没多大事儿，我就是说，嫂子不是在相亲吗？啊，你别紧张哈。哦，这啊，这我不紧张。万一要是被相上了呢？基本没这个可能。忙着呢。啊，忙啥呢？相亲呢。
现在咋样啊？不正等结果呢吗？啊、哦，你俩认识啊？啊，他是我老姨。啊，老姨呀、啊，呀，外甥这么大了？啊，不是亲生的，是干的。哦，干的。嗯，啊，他老姨呀、啊，叫你呢，老姨。啊啊哎，哼，今儿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啊，就你俩。能不能？没事儿，这我老姨不要紧，随便说。啊，没事儿，老姨。就是我通过跟老姨短暂的相处，我觉得老姨这人挺好的。这会儿我觉得手也不凉了，心里特别暖和。就是从老姨身上，我找到了一种妈妈的感觉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话说的挺准确的，这是个好女人。这是个勤劳善良的东北妈妈，啊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人家两个相亲呢，你哪那么多话？你了解他吗？我了解不了解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知不知道的？那你也不能插话呀。我觉得老妹说的对，你作为一个外甥，你应该支持老姨相亲，你不要瞎插嘴在这儿。就是，再说了，你是来干啥的？你忘了吗？我是你是来干啥的？相亲。哎，等会儿，你说啥？不是，老姨，我相亲来了。老姨，咱俩不是说好的吗？我这对象不是还是你介绍的吗？哎呀，赵刚子，行啊，你胆儿挺大呀。那怎么的？许老姨相亲，不许外甥相亲呐？许，咱就一块儿相，看谁相得过谁。大外甥。啊！我今天让你看看你老姨我的魅力。拉倒，你还魅力？小孩，哎，呀，还紧张不？不紧张。手还出冷汗不？不出了。不信你摸摸。我摸摸。那个不是，你是长辈，这种体力活还得晚辈来。啊啊，没出汗。瞎摸啥呀？我手都出汗了，没人摸呢，在这儿。你摸摸呗，手出汗了。我不摸。让你摸，我不 摸一下，摸一下，那咋的？你摸摸。啥？哎呀，我的妈！你怎么的呀？这是。小好，哎，刚才你说那些话我听着了。你小伙子不错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也不错？挺好。啊，那个都觉得挺好。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啥节目了？节目啊。哦，那个啥，哎呦，来钱儿，我这买两张电影票。哎呀，这你这这么晚了，你看什么电影啊？你这哪是？那就不行，让人看个午夜场啊？对，看什么午夜场啊？这老姨得休息，她岁数大了。说谁岁数大了？谁岁数大？不是，街坊邻居们，我从来没看过夜场电影，从来没看过，我必须得去。你去什么呀？你去啊？我怎么就不能去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必须去，你管着我，我非去不可，你管我呢你？我必须得去。不能去。我去。你就不能去？必须去。去什么？你不能去。为啥不能去？那就都别去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那电影票挺贵的，糟践了。哎。哎，老姨这个说的对呀，这电影票挺贵的，不能糟践啊。对。这么着吧，你俩去吧。哎呀。哎，我觉得哈，啊，你俩去不是挺合适。合适吗？有啥不合适的呀？不是，我是来跟他相亲的，你是来跟他相亲的，我俩去看电影的。没事儿，不要紧，就不行换一换吗？对呀，你俩相相吗？哎呀！你有时间吗？有。那你还恐惧吗？不恐惧了。那你手心还出汗吗？不出了。不信你摸摸。谁摸呀？不是，我天天选了个爱情片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成功了。太棒了。
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我发现你演技不错呀。哎妈，赵刚子，我觉得你傻了吧唧戏演的也挺好啊。那缺心眼不耽误演戏。哎，我问你啊，真有相亲恐惧症吗？哎，媳妇儿，咋没有啊？真有相亲恐惧症？是吗？真的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咱俩当年不是相亲认识的吗？对呀。我那时候就有相亲恐惧症，我老实吗？你拉倒吧你！就你还有相亲恐惧症？哎，街坊邻居，我跟你说啊，他第一天见我就一把把我手给抓住了。啥呀？不对吗？我跟你说，别听他瞎说，谁瞎说？事我跟你说，第三天一把把我搂怀里了，然后吧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胡说啥玩意儿呢？你不是，一把就把我